来14题，国小你就知道了。当 a 比 b 等于 c 比 d 的时候，内乘内等于外乘外，对不对？这个应该那时候也练了不少题了，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两题解开。x 比1/5等于1/7，比上1/4，怎么办？内乘内等于外乘外。好，所以 x 乘上1/4会等于1/5乘上1/7，所以 x 怎么算？我会习惯把它丢过去，再一起约约约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叫1/21乘上1/15，你可以先约哦，哈、哦，也可以先约，然后再乘上什么？1/4。好，再来约，这两个约掉是三，五跟十五约掉叫做，对不起，五跟十五约掉，这是三哈、哦，那五跟十五约掉也是三，哎，没了呢。所以 x 就等于什么？1/94，36。好，所以第一个 x 就搞定了。我们来看第二题，x 的嘛，啊，不是一样吗？内乘内等于外乘外，所以得到3x 加6等于4x 减掉6，对不对？x 往右抛，四个减三个是一个，减六往左抛，12。搞定喽，x 就是十二，哎，写过来好了，不然感觉很像颠倒，你把你自己颠倒，很奇怪吧？对不起，